我们家在装饰品，把家里的锁改成电子锁。哇，这么麻烦。真的，你看这款锁看起来很厉害耶，然后它好像是可以有，它是不是有，它有卡片、指纹密码、指纹密码卡片、钥匙、蓝牙手机，哇塞，七合一耶，人家那是七合一六合一，太厉害了。对啊，而且这个是台湾的品牌哦，重点是它的价格很经济实惠，台湾做的耶，怎么会这样，支持国货。等一下，等它装完，我们再来操作给大家看。这是我们的那个研究所，研究所的同仁们，在协助我们安装智能锁。这样子以后，阿公阿妈出门就不用带钥匙了，然后直接回来用卡片感应就可以进门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用手机感应或是按密码。啊，孙小米如果在外面等不到人，就可以自己走回来按门打开啦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那等他们装完喽。的安装完成，现在在添加设备设定中。他们弄完以后，还会把家里大概打扫恢复干净。刚刚这边是很多铁屑的，他都把它清干净。那现在他在测试中。等一下再教大家怎么使用哦。这是台湾制造，是他们研究所台湾品牌的。对，然后它这个话，内部操作很简单，内部上锁，关上之后它就上锁。这时候外面，你看把手可以压，但是它是不联动的。那你觉得只有这个不够安全，怕别人撬的话，往上提三双锁才能打出来。对，然后我们平常关上它就上锁，我们开门内部出去很简单。压一下就开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在外面我可以往上提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对，外面可以往上提。出远门的时候，你出远门，你再往上提。对，防止。这个钥匙怎么用？这钥匙是这样用的：当电子锁没电或故障的时候，看它的屁屁，它屁屁有一个洞，这边插进去之后，往把手这边转，转完之后它就可以直接开。当电子锁故障没电的时候，会被破坏的时候，就只能用钥匙开。所以这两只钥匙很重要，要放户外。放你的公司车上、朋友家、亲戚家都可以。什么时候用到钥匙？当电锁没电、故障或是被破坏，只能用钥匙开。那这种电锁安全系数很高，锁匠不能开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有心人士或者前男友、前女友撞锁匠开你的门开不开。这两个是开门的感应卡，我等一下帮你设定完之后，闭上去它就可以开门。那可以设他们的悠游卡吗？对对对，这些也可以设悠游卡。没错，等一下手机连上之后就可以用。好，然后它的指纹区就落在把手上，我们指纹靠上去之后就可以辨识。Wow, 对，然后它的功能有密码，比我家的还好，我家的还没有指纹密码、卡片、指纹、钥匙、蓝牙、手机、WiFi。对，那 WiFi 的话，我会补给你，然后到时候。WiFi 就用手机远端遥控开门，人不在这边，你可以用手机直接开门，看开门记录，看电池电量，这些都可以。然后它的 App 的话，算是管理者等级非常强大的，对，它有保姆时效性的那种，你可以设定，礼拜几的哪个时段，那个指纹或密码只能那时候开，时间过了就开不了。人家要开的话，按这个是不是？对，指纹设定完，按一下，按就可以开了。对，按这个，没错。好，就是按下去，然后往下就可以开了。对，那万一电池没电的话，还有两种进来的方法。第一个用钥匙，第二个是用行动充。它的这边右半边有 micro USB， 行动电源插上去就可以开。钥匙到这个钥匙都不能放在里面啊，不能放里面，要放外面哦，因为要放另外一个地方、就像汽车一样，汽车的钥匙要放户外。那其实有 USB 行电充也可以啦。对对对，只是怕被破坏，被破坏的话，你的电池功能丧失，只能用钥匙开。对，它是恢复到传统锁、机械锁原理构造。理解。然后它的内电池换电池很简单，内部这边电池推开，打开。帕克 Panasonic 碱性三号电池，也只能使用这个牌子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安装了几万台，累积到现在，故障率最低的不会漏电。对，故障率最低的就是 Panasonic 碱性三号。一定要用这种电池。对对对，这个牌子的。这种牌子，那像这种牌子要。一般电力一般都有，买得到，全家没有。对，那你要换的话，全部都要换新哦，不要像一些阿公阿嬷或者宝贝，有电没电，敲一敲好就好、全部都换掉，不要混搭，对，一次全部换新，全部都换掉就对了。对，那电池可以使用多久？大概全新的装到好可以用3800多次，你一天进入10次，一年换一次。对，好 ，OK， 关上。
大概一年换一次电池，差不多。对，手机也可以看电量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手机，我帮你做连线。好，那我就不能录了，是不是？老人卡，哎，它这设定真的很方便呢。我说真的，对，因为就不用说明书了，而且它蛮就是用的很简单，它算是很人性化的，对，很人性化的。然后它的 app 也是在台湾的。好，录入成功，完成，感觉还蛮好用的。对，没错，对，可以的。然后这就是有爸爸的手机，哇，你看这么多这么多，马上就射完了耶。这个我的好了，是不是？你的好了，那是阿妈的指纹。对，阿妈用这个就可以开，是不是？阿妈的指纹，对对对，你用指纹也可以，大家都可以试试看。用指纹，看阿妈。嗯。好，等下连上。好，对，等下试完。好，来手指，大拇指，你就这样握着嘛，握着。两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好，第四次，好，完成 ，OK。OK， 好 ，OK， 那大家可以来测试一下。那这支很推荐给大家，我们台湾自己研究生产的，觉得。CP 值很高，这样子，那我们租屋也可以考虑换这一台啊。滴滴的，对。好，然后再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好，完成 ，OK。好，你看哦，打不开的话，不是所有问题，也不是所有问题，是角度没对到。我知道。你再把压不开的角度灌进去就可以开了。哦。好，完成。好 ，OK。这组真的很感觉很用哎。我们建议那个拇指面积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啊，先打好拇指，够用的。后部我家本来就是密码锁了，干嘛换？指纹这样三组化，到时候就可以拿开了。嗯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了解，谢谢喽，谢谢研究所所长。哎，大家可以找我们研究所装锁，这台真的很棒。电子锁的话，我们全台湾北中南各地都可以到。真的很棒哎，这台看起来很精致，你看。最好的研究所，他是研究所所长。所长，谢谢。对对对 ，OK， 谢谢喽，拜拜，辛苦你们了，拜拜。